海的味道让我包哥彻底迷失了吧？大海是什么味道？包王这个视频来告诉你，他藏得很明明白白啊！小心，我跳地过来，抓了！我以为漂亮，居然不是被闻味了，而是反抓。好 ，CD 打一个圆点，落地想抓，啊，直跳过来，好，直接踹死。夏米这个角色也算是非常简单了哈，他是没有败招的一个角色，抓的话也是安全抓，所以说这个角色虽然看起来笨拙啊，但是挺好用的，毕竟指令头为王啊，在九期当中，小心，想打逆向被 AB 掉了，好，逆向防的不错，嗯，怎么这么久还没有遇到味道啊？喂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失误了，好，跳切来吧，你刷跟上。好，下 A 点中乱动，再闻下味道。好，闻味不敢动是吧？尝一尝老娘的味道，来自江西老大哥的味道。嗯，两个女的闻味道好像没什么意思啊。好，空房闻味。嗯，蛋底打乱动。好，空投来，压制。我去 ，1 2 3，来，小 C， 好，可以空防，空投啊，完了这下，死！关注羞羞，不易走丢。